不少知心朋友和红颜知己，但是真正承认的女友甚至求婚过的女人却只有这么一个，她就是毛舜筠。在不少香港人的心目中，毛舜筠扮演的林黛玉才是最有经典的。18岁的她正是如花似玉的年纪，毛舜筠的大部分作品都是以玉女清纯的形象示人，但是这种形象很快就被周星驰毁掉了。这大概是毛舜筠第一次扮丑，出演周星驰的无厘头喜剧，毛舜筠也是非常担心的，但是一播出好评如潮。不过虽然可以接受喜剧，毛舜筠还是有自己的要求的，那就是影片最后一定要变美。虽然毛舜筠有万人迷的外表，但是感情之路非常忐忑。当张国荣满怀诚意地跟他求婚时，他却一时语塞，不敢再见哥哥。事实上的毛舜筠经历了3次婚姻，才最终找到愿意相伴一生的人。也许当初他真的和张国荣结婚的话，两个人的命运应该都会改变。不过如今，毛舜筠一家4口其乐融融，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结果。